天妹妹变诺言，微微就是彩虹里美丽一点，微微她很渺小却从不疲倦，微微就是我们，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，再勇敢起床。嗯，你看，你同意了？我是有收利息的。我都跟他讲了，亲是亲，财是财，是要分开的，而且每一次一笔一笔借的钱我都记得很清楚了。你这样做完全是在害他，安阳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这一家人太宠着他了。这人的胃口啊，是一次次的喂大的，从之前的借钱开店到投资，再到现在守着31厅的房子还要硬着换房，我怎么觉得这安阳就像计划好了一样，一次次一点点的把我们家给榨干呢？你这么说就没有意思了呀。那钱嘛，你觉得不方便我们可以不借的，我们家这点骨气还是有的，像你这么说的我们家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一样的，不是吗？老婆，我知道的哦，你一直都对我们家有意见，但是你完全可以推心置腹的跟我讲，安阳呢浑是浑了点，但是我也没有一个劲儿的纵容他呀。那每次借钱我都是跟你商量过的。安心，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其实你主意大得很，你心里早就有决定，却偏偏拿着跟我商量作为借口，每一次把我架得高高的，而自己放出低姿态来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件事情你一直在道德绑架我，我真的是为了那50万生气的吗？我是受够了你这种态度。你是这样想我的？不是吗？你一次次的决定让安阳吸血，回过头来让我做老好人。是，你说调动工作是为了我好，实际上呢，你是自己想找一个更舒适的位置。现在公司的财务出现了状况，我跟你商量假离婚，你又跟我说夫妻应该同甘共苦那一套，你其实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呀。你公司出现了问题，我不能因为这个就抛下你啊。你这么说是为我好了？是啊，说到底还不是都从了你的安排，满足了你的虚荣心吗？安心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交流很累的，你就不能听听我的感受，从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吗？外面的债务已经让我很压头了，回到家里还要面对这一些寄生虫，还有你那点控制欲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最近的压力太大了才会说这样的话，那钱我们都不借了好吗？但你不能这样误会我呀，你说我有控制欲，说我没有跟你假离婚，可是我每次问到你公司的事情你从来都是一带而过，没有跟我讲过实话呀。还有你办公室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人，我甚至都没有问过一句。还有那个柳青，我也从来都没有问过。我们是夫妻两个人啊，我也需要安全感的。你在怀疑我？那你知不知道你弟弟安阳带着你老爹私下里找过我，
拿我和我的女同事说事儿，目的不就是管我要钱吗？你不信是吗？你可以给你弟弟、给你老爹打电话。你不信任我，我办假离婚完全是为了保护你啊！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应该有判断力啊！不要再被你们家那些寄生虫给洗了脑。不要再寄生虫了，我就算借了他们钱，也是跟你商量过的，那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阿星，你之前不是这样，你变了，变得不可理喻。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这边摁住了，你们那边没信儿了啊？哎，那个，你再等我们两天，我们内部沟通一下还得。你们俩不就内部吗？还要怎么协调啊？公司内部吧，流程比较复杂。是我这边出点小状况吗？什么状况？就你之前按那个合同不是跟众星签的吗？嗯，现在负责人。到我们雨果了，哪个呀？安心，就是那个老公挺厉害那富太太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他去你们那儿了？什么时候？今天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他的条件就是要把花香宝宝带回来。那你把花香宝宝接过来不就完了吗？是这个道理，但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正跟花园宝宝正谈着呢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太磨叽了，我不知道等什么呢。我现在算是听懂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若言，哎，慧娟总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呀，就是那个代言，我挺感兴趣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姚威。啊，他在雨果商务部，我想在他这儿过合同。那你们之后就对接呗，好吗？对对对，铁瓷儿要踏实。谢谢，拜。不是，这算解决了呗？啊，解决了。解决了，那就来点吧。好。哎，老婆，你别冲动啊！我给我桃桃，真的少一点，你给他倒，你给他满上吧。我来，我替他喝。我以茶代酒。原来我们兜兜转转的寻找最体面的解决方案，结果往往是如此的简单直接。或许是成年人的顾虑，让我们选择了那些复杂的方式，体面保留了，结局却不甚满意，反倒最直白的方式替我们打开了一扇门。大风里住着白天鹅。哎，你俩说，嗯，我头儿爷要是不当演员的话，是不是也能是一天后？我刚才那两嗓子怎么样嘛？你就说吧，是不是天衣无缝？迎着太阳，看着远方。有人看着你，别唱了你。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姐，别唱了啊！别唱了，别唱了。哎，留着你这嗓子啊，回头你参加那五儿姐姐，行不行？哪儿了？参加不了，都是自己人。咱说话别拘着。说实话，你那个低音区啊。差点意思，你觉得是不是？你懂什么呀？哎，大姐，你小声点，大姐。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怎么说的？嗯，陶瑞妍的中音是整个乐坛难能可贵的，好吧？这是你们家车吗？是，赶紧送你姐上车。
啊，去哪儿啊？回家了。哎，吴总，吴总，你很好，你干啥呀？别拉我。姐。哎呀，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啊。小声点，哎，有人看着呢，旁边。你俩撒点狗粮啊！你俩撒点狗，哎，接着喝，接着喝啊！还别喝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同学？是同学，是不是亲人？是是是是是，哎，是不是得喝？下次再喝，行不行？是，就有道理。今天若言姐发话了，就必须。是不是？陈亮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包了我身上。你俩要不要赶紧走？赶紧走，灯火去哪儿了？陪他喝到底。走走走走。啊，我跟你说，算算算，回头我送他回去吧。来，我加你个微信，我扫你。这真是，可以了。姐，哎，你接微信，我写个包。你要慢点哎。唐文亲自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，我就赶紧叫你出来了。你说这小姑娘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！陶若言硬是要把合同过给他，你呀也不用丧气。要我说呀，这事儿未必是一死局。你说咱们整天拼死拼活的，为了个商务跑到了几双高跟鞋了，为了谁啊？怎么才遇到这么点毛病就开始怀疑自己工作意义了？为的谁？为自己。那你老公家底再厚，你自己握在手里的心里才有底气啊。你也觉得我是占了江文凯的便宜？那自己亲老公可不得可着劲儿的用啊。哎，你不用啊，这便宜早晚让别人蹭了去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还真离不了江文凯。你知道老刘第一代言人找的谁吗？宫里。可人家牌大呀，压根儿没把我们公司放在眼里，这才落到了陶若言手里。现在丢了第二女明星，咱就奔着第一使劲儿。这老姜跟宫里关系不是不错？哎呀，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谈老姜，不谈工作，只喝酒呀？哎呀，姐妹儿，人都上赶着签约了，你这心也太大了。心大，我心再不大，心里头那点子事儿能把我逼疯了。哎呀，得了吧你，你现在事业成功，家庭美满的。跟我这凡尔赛呢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麦克来了，某遇到给我来一杯漱漱口，不要酒精啊。哟，今儿怎么不喝酒啊？今儿开车了，安全驾驶，守法公民。行，等着。哎，到哪儿了你们？快点的，不然再磨叽小爷不等你们了啊！听没听到没？你看看清楚啊，我有没有穿公主裙啊？我有没有装嫩啊？马蒂达，今儿什么情况啊？姐姐场啊？姐姐场怎么了？姐姐场你不满意啊？满意啊，姐姐好。年少不知姐姐好，错把妹妹当成宝，姐姐才是灵魂的终极目标。嗯，你嘴甜呀，比他强。你还挺会聊啊，小朋友们也想看他厉害着呢。
心，我也开心。就怎么这么开心了？哎，老陈。啊。你有点功底啊！你刚才那个，是像咱们那时候学那个舞蹈叫波尔卡。波尔卡。李老师是不是？他这四年就教了这么一天支舞蹈，练成肌肉记忆。那不是吗？哎，你托举，你托举，行，托举，你托举啊！哎，咱托举就算了啊。没事，我这腰可以，放心。真的。接住了啊，程亮。别，托举就别甭说了。走。我干啥呀？大庭广众，一会儿有人过来怎么办？没事。哎，不站，不站。没事啊，啊，走，来，走。嗯，曹导，怎么这么轻啊？轻吧。吃太少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吃饭了。你们这可能不容易。哎呀，坏了，我都给你买个新的嘛。我让你戴上。你戴上。哎，戴这个干啥？好演员就是要融入生活，撕掉伪装。啊，他就戴个墨镜。别人就认不出他来了，他这么火，骗自己呢。我就给你算账，我跟你说。你真的懂，你最懂。人家姚薇，你瞧瞧，咱们三个人都是学艺术的吧？怎么就你就跟掉到钱眼里似的，就知道这点事儿？没有我们，你们能挣那么多钱？那说什么呢？他，你不就是非得找我签代言吗？而且今天高校就跟你签。行，明天一早让法务过合同，不用那么麻烦。陶陶姐现在在这儿，她自己说了不算吗？现在应该就能签，是吧？必须是。你看看，没那么着急啊，着急？着急，十万火急。特别着急。哎呀，你这明天早上再说啊。哎，你看，星光打印社，星光，说的我吗？星光璀璨。现在走，真现在走啊？走啊，走！确定吗？去，这就去了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哎，慢点啊！景色太美了。是美美。这儿，哎，美景配佳人。对。你车呢？车。啊？这儿呢，我的车。哦，慢点啊，宝贝儿。哎，你不心疼我都心疼了。哎，钥匙，宝贝儿，给你钥匙。慢点，用钥匙开。来，用钥匙开，宝贝儿。哎，手机给我，用钥匙开门好吗？这不是你车吧？怎么没打开呢？我的，来，新鲜的啊，给你看新鲜的。好嘞。来，娟，哎，看好了。哎，好，看。你说，还有这操作啊？你还想这？我的车，你的车，你的车，车标很贵的，贵。哟，大变活人呐！好玩啊？嘛呢，二位姐姐，在我这车边晃悠啊？你谁啊？你怎么从我的车里边出来了？看清楚啊，车钥匙，我的车。你的车？啊？你叫他答应吗？答应吗？答应了。去啊，小妹妹。哎，老秦这个人就是小偷。小偷，偷车贼。报警。我报。哎，两位姐姐，哎，这位姐姐，你
我特别理解你卖掉爱车的这心情啊，但是现在这车是我的，知道吗？要报警是我报警。你卖车了？你要接新车呀？骗人！什么新车？是我的车，我打死也不会卖的。你能先把手从我这车边上拿开吗？非礼啊，非礼啊，非礼啊！你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这大姐，你赶紧拉走，能不能别折磨我这车了？再这样，我这车边不行了。不是你俩到底什么情况？这车到底谁的？你管是谁的呢？他再这么拉下去，我这车边难逃一劫了。宝贝，车没有错。宝贝，我们先放开好不好？要不快点的，快点的。我自己都出来。疯了吧你们两个！好了。喂，薇姐。刘老师，赶紧把陶然和合同给我发过来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发过去啊。快点啊！王伟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厕所呢？大宝哭了，你哄一下呀！哎呦，怎么啦？哎呦！妈妈不管你啦！哦，奶奶管！哎呦，宝！不哭！啊！奶奶抱！哎呀，小新啊，不是妈说你，妈不是老古板。你看看你现在的工作，你耽误事儿不说，每个月还拿那点工资，哎呀，连我们宝宝也照顾不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说这家里啊，哪项开支不都是王伟一个人出吗？要我说啊，干脆跟领导请个假，在家呢好好看着我们大宝，趁年轻啊再生个二宝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妈，王伟的工作是工作，我的工作也是工作。那你为什么不让王伟在家看孩子，牺牲一下他的时间呢？哎呦，看你说的，我儿子怎么可能不去上班呢？那领导那么器重他，说不定还提拔他呢。你看看你现在，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的，要不是我来帮你们呀，恐怕两口热乎饭都吃不到嘴里。小新啊，我可听说了啊，你们那个单位啊，可不怎么看重你的。这女人嘛，那工作差不多不就得了？怎么了？儿子要哭了哟！哭了！哎呦，好可怜呀！不哭！受委屈了啊！妈妈又因为工作上一点小事不管你了，是吧？没事儿。什么叫因为工作这些小事啊？现在就因为咱家这个情况，公司上上下下都觉得我是一个闲人。哎呀，那闲人多好啊！啊？每月啊，拿着那个基本工资，在家呢，还能好好陪着大宝，多好啊！你说你现在啊，连孩子喝奶啊，都得我接闪送。妈，少说两句。行了，妈您进屋慰问一下啊。好，走，大宝，到奶奶。啊，来。啊。哎呦，媳妇儿。妈不那意思，所以你也觉得我是一个闲人对吧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，真的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我是感觉你再往上走一步挺难的，要不然成？你们都是大忙人，现在就我一个人吃白饭，行吗？哎，媳妇儿，哎，歇。王伟，你这张破嘴。完了，废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一直很好，一直很好就行啊。你慢点啊。啊，对了，等一下啊，宝贝儿。安总名片，你有事给他打电话啊。雨果商务啊，是。合着这车真过到你手里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过我们安总一定会赔偿的。这也是巧了，你说。行吧，反正这事儿我盯着你啊，赶紧给我把车修好。我的车啊，你喝多了。喝多少啊？
车都分不清。少喝点酒，一把年纪了，小心得病。哎，你给我等等。说谁年纪挺大的？说谁呢你？哎哎，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，不生气啊。偷车贼！哎，偷我的车？是是是是是。你这也没跟我说清楚，这下好，平白无故多一官司。嗯，你就老实的跟我在这儿等着吧啊。老姜一会儿来了，我还得跟人解释呢，不知道以为我把他媳妇儿拐到酒吧呢。哎，我说了我自己能回家的。哎，下着雨呢，你上哪儿去？慢点，慢点。自己能回家。下着雨呢，宝贝儿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走什么走？雨这么大，你慢点。哎，先别走。可以的。哎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姜总来了。来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来了，你坐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来。我自己回去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其实也怪我，大晚上的告诉他工作出了变动。不过安心平时也是经过风浪的人啊，哪那么容易心情不好？为了工作的事儿啊。啊，老姜，这事儿按理来说还得你出马。这个叫姚薇的小姑娘搞定了陶若妍。花香宝宝板上钉钉的合同落到他手里，安心成了为别人做嫁衣。不过这事儿也不是没得救，陶若妍搞不定，这宫里可是老刘属意的代言人，就凭你跟宫里的关系交出来谈一谈，这事未必成不了。这安心也没有跟我提过这茬啊。他呀跟自己犯拧巴呢，一个劲儿的说不用找你。我看啊，倒不是你们夫妻俩有什么别扭，许就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他什么都用着你的资源。哎，两个人分得那么清楚干嘛呀？你说呢？对吧？可不是吗？那天他们聊了很多，关于工作，关于生活。我就听到了这一句：两个人的事没必要分得这么清楚。这句话我妈也经常说，谈恋爱的时候总喜欢标榜自己有独立的空间，一旦进入了婚姻，好像不由自主的就把自己和对方和成了一团面，完全分不开。之后我才明白，如果没有信任这瓶水，这团面完全是不成立的。醒了，缓过来点没？疼的干嘛？赶紧坐下来，喝那么多酒，喝点鸡蛋汤。那五十万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都想好了。那五十万对于我现在公司来说于事无补。你说的对，安阳是为了孩子读书的事儿，不算是瞎胡闹。再说了，现在从我的账面上走出去，总比趴在公司的账上被人抵了债好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有点冲动。我不知道你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其实我们俩都是被公司的事儿压了头。你看我这成天的脑袋瓜里想的都是那些债，搞得我心情也不好。王慧娟都跟我说了，宫里的事儿我会尽量想办法的。老公，嗯，以后不要再讲那样的话了。你那样说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我不知道我在你心里会这样想我的呀。这些天，你也老不回家，有什么事情呢，也不愿意跟我讲。我心里就总是七上八下的。哎呀，再加上你说催着我跟你假离婚，又担心你会离开我。是我太着急了，没有跟你解释清楚。你放心，等我把公司的事儿处理完了，我们都不要为那些乱七八糟的糟心事烦心了啊。嗯，相信我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我这么做呢，
完全是为了这个家的将来。我知道的，我一提离婚这两个字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你看你，是不是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？怎么到现在了还跟个小姑娘似的？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你说你离不开我了，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了，我也离不开你啊。好了，趁热喝吧。嗯。嗯。真香。好喝。我说你真香。陈导演醒了，来，喝个牛奶。我昨天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呀？我都不知道，原来陈导演对自己的舞蹈搭子这么怀念啊！在大街上翩翩起舞，哎呀！那不是喝酒了吗？下次不会了。别啊！你在咱家的地位，妥妥的纯爷们儿。我那是酒壮怂人胆。啊，被是酒后吐真言呢。哼，到你以后，我就不管事了。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呢，就你说了算，您看行不行？不行，咱们家离不开您的正确领导。我那不是为了你的工作吗？哎，那个合同呢？今天去见许文，没白喝。你们雨果商务部啊，有点莫干山的意思了。有话直说，别在那转文。请坐。我真是请坐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没，我是说陶若言动作真是快。陶若言应该没那么好搞定吧？我想你在这个事情上一定下了死功夫吧。我说过的，
我这人很公平，我不会因为某一个女员工怀孕了对她另眼相看，说明我没信错人。是您指挥的好。对了，Lisa 通知我让换办公室，您看什么时间合适呀？嗯，有这事儿吗？应该是 Lisa 记错了吧？你就在那踏踏实实待着吧，你也待惯了。安心那儿，我想办法解决。行，那我就不收拾东西，踏实去做法务对接了。进来。哎，呀，不知道你也在啊？去买了一杯咖啡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安总，嗯，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那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那办公室。谁要给你换办公室的呀？我都已经习惯了呀，挺好的，不晒。姚薇把桃儿园的合同拿下来了。真的？哇，太棒了，恭喜你啊！年轻人啊，就是挺拼的。哦，对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想请徐总、姚总还有节目组的人一起吃个饭。好啊，嗯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得来啊。我呢，让我老公把花椒宝宝的那个最大的领导刘总叫上。对了，上次你也见过面的，方便你们以后对接吗？去吧，就这么定了。请坐，请上座。姐，怎么样？成了呀，签了呀。不愧是我姐，没有你搞不定的事啊。哼，在雨果这么多年，是谁想动就能动呢？跟着姐一起干。吓人了。冯总，上次那件事情确实不是我们商务部做的，不过我答应过你，我已经帮你查清楚。哎，小薇，不是上次什么事情啊，徐总？压根儿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啊！你这说的好像我真干什么了似的。他不管怎么说呢，是我处理的不太妥当。一会儿我以茶代酒给您道个歉。哟，薇姐，这道歉还带水分，我喜欢。真的，姚薇你们应该熟吧？今后商务的事情少不了再去多交流。啊。各位老总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家老姜说了，就是家宴，啊，哎，你们喝白酒的我不管啊，我们这些不喝烈酒的呀，我带了酒来，请大家尝尝这个味道。欣姐啊，嗯，这人呢就不能紧绷绷的，特别是做咱们文娱类节目的，就得喝酒助兴。我们的安心啊，一直都在跟我说，大家平日里很照顾他，今天也感谢大家能够。赏脸来吃这么一个饭，以后呢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也麻烦大家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多多照顾一下我们家的安心，好吗？哎呦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哪是我们照顾欣姐呀，是您照顾我们。好，那我敬大家一杯。来，敬大家。谢谢啊。哎，姚总怎么不喝酒啊？是我诚意不够了哦，吃了头孢不敢造次。哈哈，那确实不能喝，我先干了。
怎么样，好喝吧？嗯，还不错。徐总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小姚总有点本事，很有韧劲儿。这陶若烟出了名的难搞，人家一晚上合同搞定了。那是因为花香宝宝自己牌子硬啊，不然陶若烟这孔雀能开屏。对了，我跟老姜一会儿有一个朋友要来，大家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。哎呦，你看见这话说的，姜总的朋友一定是社会精英，对吧？这是给我们拓展人脉圈呢。我去接他一下。来了。我认识吗？一会儿跟你说。欣姐，我听说您二位一直是二人世界，没要孩子，我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。我一直认为庸俗的家庭关系是艺术创作道路上最大的期盼。程良，你跟欣姐学着点儿，别老惦记那种不该惦记的人啊，艺术家可以活得自在一些。哎，程导，我们可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啊。啊，笔稿会见过一次。对，笔稿会。是春雾里的歌声，雀鸟飞过，落日轻薄，孤单是烧倦了的渔火，断念淹没一夜风波。是一曲荒芜的歌，总是深刻怀揣冷漠，每个女孩都真心爱过，爱誓言温柔却碎成梦。起娇弱，吹起迷惑，吹淡焦灼，怀抱里疯长的群落，艳阳下没用的烟火，看翅膀长着，可轻易凋落，理想是什么，岁月的乘客。如果梦穿过你的生活，天上飘着短命的泡沫。